这位在河滨公园帅气溜滑板的少女是谁？居然是我们的女神柯佳嬿。昨天柯佳嬿在 IG 分享影片，她穿着轻便在河滨公园溜着滑板，一旁慢跑的路人完全没发现，这位动作看起来相当熟练的滑板少女，竟然是野生柯佳嬿。她也记录下一天日常，下班到河堤用滑板散步，晚餐吃了温馨的家常菜，饭后以双麒麟作为今日总结。柯佳嬿流畅帅气的滑板架势也让网友惊呼大赞，超帅，很会滑。和她合拍想见你的施柏宇也留言，下次来河滨就我滑一个。柯佳嬿开玩笑说，你住河滨睡桥下吗？而许多网友也猜测，长进人是不是老公坤达？常与坤达在工作上碰面的 YouTuber 蔡哥也称赞，我大哥好会拍。